自动挡的车好开吗？相信听到这个问题啊，很多新手朋友都会说好开，是真的好开，踩油门就走，踩刹车就停，傻。我相信大家都是直接从 D 档推到 P 档然后熄火的，对吧？有一点要注意，平地上停车这样没问题，但如果是斜坡上这样停车的话就不对了。因为上面咱们说到了 P 档是由棘轮和棘爪构成的，也就是说两个小齿轮，在平地上停车可以达到驻车的目的，但如果说是在斜坡上，那么这个车子的坡道下滑力就由变速箱的齿轮去支撑了，长此以往，变速箱的齿轮就会松动，变速箱出现问题。所以咱们在斜坡停车正确的顺序应该是这样的，先把刹车踩住停稳，随后呢切入 N 档，拿起手刹，再松开脚刹，这时车辆斜坡的下滑力就由手刹去承担了。这时咱们再踩下刹车切换到 P 档，这样停车不会伤害到咱们的变速箱，因为变速箱是非常脆弱的。第七，不准在临时停车或者说等红绿灯时挂入 N 档，只踩脚刹不拿手刹。因为你养成这个习惯以后，你在停车的这段时间，你去车后面啊，我扭身去车后边，我拿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或者说我玩会儿手机，你这样很容易分神，对不对？导致脚下的刹车悄悄的松开。你的脚刹松开以后，一旦不知不觉的溜车了，轻则追尾，严重的可能说撞到人。所以咱们要养成停车就拉手刹的习惯。第八，不准着车以后打火就走人。车子经过一整晚的停放以后，发动机内的机油早就回流到了油底壳中，包括咱们变速箱中的那个润滑油也会流回到油底壳中。你刚启动以后，发动机和变速箱内的机油还没有
重新润滑这个发动机或者说变速箱，你这时直接走的话，发动机是处于干磨的状态，减少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啊。所以咱们最好启动以后原地等待个一分钟左右，等这个发动机的转速指针啊下降到1000以下并且稳定以后，咱们再行驶，这样会好很多。怎么样朋友们，以上鲍迪分享的制动挡八不准你中了几个呢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吧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啊就到这里，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分享给你身边有车的朋友，说不定你一个小小的转发关键时刻就能帮到他。最后啊，别忘了关注鲍迪，我主页每天都分享用车选车养车小技巧，谢谢大家。